挖断不延迟，加并脚转，重心的转换和推动力的运用。一圈完了之后，你这样的话，你的重心很难推动到另一只脚上。对，是转一半就可以收脚。对，一半，因为后一半是要靠我们另一只脚去推动过来的。对，两边都是一样，这边也是。一半，然后又是通过这只脚推动打开。对，要不然你后面这个打开的这一项动作，你如果是转一圈的话，你很难过去，你只能是做伸腿，但是你做不了推动重心，能理解吧？我要推动重心的话，我必须是做一半收脚，转一半收脚，然后借助收脚的这只脚向下施加压力，才能把我的重心推动到另一只脚上。